2007年毕业于高雄市男子特殊学校的高靖宇是中度自闭症伴随智能障碍特教生，不善与人互动且常常坐不住，但能够安静的画画与陶艺创作。因为绘画，靖宇得了许多奖项，也曾陆续办过多次的个展联展。这次发行为一卡通的画作《环景志的生态世界》，灵感来自于旅途的观察，用色自由缤纷，线条简约明快，调色大胆浓烈。妈妈江丽玲说，其实画的是一个环景志，可是画的是不像，可是它会在颜色上，它是在点缀。可是今天的颜色那么的丰富，是代表他那天的心情是很开心的。你如果问他什么颜色可以变什么颜色去加，他是会的，可是他没办法去解释。可是我觉得他快乐就好，因为我觉得说快乐是很难找的事情啊。我觉得说我今天我的孩子他可以快乐的去做话，我觉得比较有意义。教育局表示，这次靖宇的作品授权制作成一卡通，也希望借此来推广原生艺术教育，期望高雄市的身心障碍艺术教育推动深与广，促进社会对于弱势团体的关怀、接纳与支持。警广记者钟一竹高雄报道。